最近本土疫情的确诊人数稳定是减少，拄好搁碰到这休落时期，出去耍的人潮是真侪，都出现真侪违规的状况。无戴安全帽啊，就进来违规骑士排规牌，等被开罚单；，还有人戴草帽啊，就骑车上路，直接被警察抓落来。休假期间加上疫情转好，小琉球出现观光客，警方迎战休假第一日就关。刚才是七月七日一天就开出55张的罚单，其中50件拢是无戴安全帽啊，还有4件是无照驾驶，1件是改装车辆。与暑期开始的第一个周末，与屏东监理站联合稽查，报废车辆、改装车辆及未戴安全帽等交通违规，加强取缔。本次稽查共开出55张违规单。违规不只是耽误行程，也败兴。警方会继续无定期对小琉球进行处理，也呼吁7月开始，屏东县有大量交通工程，民众一定要注意路况。新北市涉及警方也在休假针对协区内底开出代志违规的场所甲路段扩大巡检工作。假日时段，五指山、西湾路三段沿线异常有改装机车于该路段跑山。暑假期间更甚，本分局编排轻重专案，防治危险驾车，加强预防与取缔。遇到亲妹无回去的青少年，警方看到爱较早回去。统计6月至5到30，涉及警方总共共发10件违规改装汽机车，25件无照驾驶，还有4件是酒后驶车，总共罚85万。休假开发生的街路暴力、酒后驶车、诈骗车手这些犯罪，拢会加强处理。记者综合报道。